Hello， 各位观众，感谢持续收看奇哥大哥其他这一家。今天2022年5月23号，今天星期一。每天在过日子啊，你在数馒头过日子呢，还是快乐过日子呢，还是找你想要过的日子呢？其实人家常讲了，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你的生存还有几天，10年、20年、30年、40年，你们好好珍惜你的每一天。其实啊，你又会发现到啊，每天这样忙忙碌碌过也是很快，每天发呆过也是很快，每天休假也是很快。好像有的朋友都退休了，那他也是在家里安排他想过的生活。那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子？生活奇哥那边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啊，记得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生活奇哥每天早的新闻做分享做导读，也感谢希望朋友订阅、点赞、点分享。好，那游戏抢匪的频道呢，最近都打一些小游戏的，后来还是老话常说啦，打手游打到后来都会发现都是同一个模组，生意人都赚那些短暂的钱啦。因为说实在现在没有人要做很长的钱。以前玩 online game 也差不多了，一两年就差不多了，那现在 online game 觉得好像几个月吧。可能我接触的少啦，那也不晓得是不是你有接触的多，可以喜欢在底下做留言，我们就可以做分享。那过往频道最近还是有空再来挂吧，因为居家上班真的没办法了，整天开电脑看电脑其实眼睛很累，所以暂时就没有再去开电脑了。就大概这样子。那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其实你每天看新闻你看到好多的新闻但是你每天如果看的新闻台也是每天都重复的新闻，不要怀疑，你都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刚刚有看过，我是不是有重播了，我是不是有转台吗？你就会发现到说，奇怪，我都在看一样的新闻吗？那也没办法啦，其实现在的市场环境就是这样子，除非每天人家说两点等那个宣布疫情，那宣布疫情我们也没办法怎么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新闻热门搜寻这边来看到更多其他的搜寻新闻，底下都有做连结。像今天第一则新闻是勇士。其实你从新闻内也可以看到说目前大家关注的新闻是什么，像勇士就是打篮球打运动，那王心凌就是艺人嘛，还有张栋梁的粉丝嘛，不然就是打疫苗嘛，天花疫苗嘛，或李国毅嘛，艺人嘛，还有 JENNIE 嘛，还有 CT 值嘛，听说我们的台北市长，还有我们的高嘉瑜，都 CT 值16跟18吧，很可怕，数字越小越危险。那刚刚也电视新闻看到柯文哲市长在那边一边视讯一边咳嗽流鼻水，那真的很辛苦了。那最近新闻也在讲了，确诊之后五天内没用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五天内用药是不是会提早治疗好，那也说五天内如果没用好可能 55% 会身故，那也不知道。那我们就是看看未来会怎么走向吧。那第九还有韩居酒店 PSG 英雄联盟季中赛。第十一是我们待会要分享的小咒事业，为什么他要拍 AV， 我们来看一下他下来的原因啦。那十二还有公费新冠一号动态查询表，像这边你也可以看到这边，不然你也不知道哪边有查询表。那还有虎航单程最低798，其实说实在现在的疫情那么严重，大家也在等期待七月会不会开放，免戴口罩自然，那你也可以希望说大家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像有的国家已经开放说不用检测不用隔离就可以去那个国家了。那还有 IPEF 台湾为什么没有录，这边玩家也可以看新闻这边。那自主回报疫调系统回报系统跳针，确诊者填三小时，故意要写讲三小时，明代骂国家如此小民无奈，还有孙兴茂，还有山上优雅，因为它只有一则新闻而已，所以我没办法拿来做分享，就一则而已，山上优雅的终极素颜，还有望海李新家，邓达志。那可以看到昨天的更多新闻有没有？昨天我们戴资颖在泰国已经领到冠军了，比赛冠军了，恭喜他。那柯文哲讲的服用普拿腾，有打广告吗？普拿腾发烧转好了。那还有法网，还有塞尔提克对热火等等，所以你可以说可以回顾看一下昨天的或前天的礼拜六，因为六日啊，说实在的，我们大家忙各忙各的啦，所以也没时间每天这样做直播。
对，今天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项新闻哦，是虚新闻这边报道。虚新闻这边报道是前女团成员小奏事业哦，突宣布我要拍 AV 哦，亲爆架海的一个原因啦、啊。哦，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个网址，也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哦。那这边是他的 IG 哦，连接到的 IG 哦，女星小奏事业的 IG。那由虚新闻综合报道哦。他曾以井上里香子之名加入女团 FAIRIES、哦、日本的团体、哦、那三月改名小奏事业再出道、哦、那16日曝光的新 AV 结尾写下说私の AV にです、哦、就是我要拍 AV 啊，那那网友傻眼，真的假的、啊哦、而他也在社群发文啊，坦诚是真的、哦、并透露想拍 AV 的原因哦，那社群平台常常回应对玩家说他为什么有疑惑啊，表示他在回归了一般人哦，当了两年的 OL 啦，想了很多哦，希望有所改变哦。那他也表示说对人世间上有不同的性癖好需求这部分感到有兴趣哦，也成为他想拍 AV 的主因哦，这就是他的主要因素啦哦。那他这边都有说明，还有日文的原版说明哦，来自于推特哦，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击去推特看。好，这是他的第一则新闻。那第二则新闻是 ET Today 星光云，星光云报道，由他们的记者蔡宜芳综合报道，25岁女偶像 MV2 宣布我要拍 AV， 下原因说人生只有一次，对啊，那日本25岁女星小奏事业2011年曾以井上，这讲的都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带过去吧。哦，那这边留言的话，很多粉丝都说真的假的，骗人吧，太震惊了吧。哦，其实在日本拍 AV 最近好像有些新闻又有些法令规定了吧，那我们就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做吧。那最主要是说很多他这边有翻译又是讲一样嘛，他也直言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性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他对这部分很感兴趣，也是他想拍 AV 最大的理由。哦，那是第二则新闻报道。那第三则新闻报道呢，是中时新闻网哦，真道理性真爱台湾哦，由他们记者祝润林哦，祝润林的一个报道。精准女歌手哦，投震撼弹宣布啊，拍 AV 理由啊，感兴趣想尝试。哦，这截取他的 IG 哦 ，IG 的一个照片记录。哦，那这边解释又比较不一样了哦，日本的 AV 产业啊，有一个4500亿美元，将近新台币13兆3700。的亿元的一个净利哦，凭借着高薪吸引许多素人女孩哦投入此行业啦，那也有不少过气想翻红的一个艺人哦选择此行啦。那如今已经出道9年，没想到他最近推出新单曲哦，不料 MV 最后竟秀出一行字哦，这边讲了一样的，那我们再跳过去吧。哦，他已经出道9年了哦，原本是美少女歌唱团体，当年才15岁哦，这边有他的 MV。哦，玩家有兴趣的话，像这个网页就有连结了，哦，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连结，哦，中时新闻网这边连结里面的一个哦，它的 MV 可以看得到，哦，那这边讲的都一样了，哦，那有兴趣的玩家还是点击下来看一下吧，哦，由于内容太突兀又充满爆点，哦，让许多粉丝直呼太意外了，影响也很惊人，等等，什么意思？这完全跟不上我的理解啊，哦，不是逻辑啊，哦。完全跟不上我的理解啊！哦，小奏事业随后也在推特上 po 文解释说，我认为世界上有很多性癖啊，这是一个非常讲的一样，人生只有一次哦，所以我想去尝试看看这我感兴趣的事情哦。那艺人转投成人产业当 AV 女优并非新事，但发生在自己偶像身上，让许多粉丝刷新三观哦，这新的名词了。哦，所以说啊，人生只有一次，人生只有一次啊！你有没有好好把握你的现在，把握你的未来？你有没有好好去规划？哦，其实很多在做影片的、做网红的或做图奇直播的，像这种 AV 的，他是要露出他全部的肉体，不管他头、手、脚跟脚底、屁股哦，隐私地方全部会被秀出来。但是基本上 AV 的这个产业啊，依我所知道，以前是在国外拍。不是在日本拍的，那再来是日本法令的问题，它会限制他们全部要有马，哦，就我们常讲的骑兵跟步兵，哦，他们都是骑兵的，
那如果你看到是步兵的，就是五马的，哦，五马的，就是哦，这样应该懂了，哦，就是没有骑马的，哦，没有骑马的就是步兵，哦，他们在剪辑影片上，在制作影片上，一般都是国外进来的，哦，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地方下载的那一些，基本上都是非日本本地拍的，哦，虽然他们在这边新闻上讲有讲到了，哦，在 AV 产业，他们在日本的日本的一个营业，我们看一下第三则这个中时新闻网有没有，日本 AV 产业每年将近有4500亿美元，哦，美元的一个净利。哦，但是你说实在的，你在拍这些东西还是要违反一些法令啦，哦，你没办法完全照他们法令去做，哦，所以各位能够看到他们日本的一些有封面的，有那个审核的，哦，基本上就是人家常讲骑马的，哦，就是马赛克的，哦，那你就可以发现到，啊，那些影片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那边制作做出来的，哦，为了要赚那些市场。好，那国外的市场怎么赚呢？现在很多都是转行成变成直播或者是网络平台，好，哦，让人家去点击订阅去收看的，哦，不然说实在的 AV 这个产业真的很可怕，哦，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想看，哦，虽然只是在文章新闻上很多都看到都是男生在看，其实女生也是喜欢的，好不好？那今天的生活奇哥的一个新闻报道，哦，小宙事业的一个 AV，哦，分享，那大概就到这边，感谢各位收看，记得一样喜欢订阅点赞也分享，谢谢各位，谢谢，拜拜。